的兄弟方面哦，太不对了。就说刚到那边请罗牧师，罗牧师所要讲到的地方是五爷和我唱诗歌，咱将时间交罗牧师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听起咱的少年团体唱一条歌，是我伫主日学的时阵，做细汉的时阵咧唱的。看起这个少年团体的长辈，佮唱歌佮比动作，感觉这首歌特别古锥哈。感谢主，上帝予咱有一个少年活泼、青春的气力。你讲话话真大声，但是炮声虽然大声，嘛是一世人的声。咱的基督徒的祈祷，伫世间人听起来虽然无大声，真细声，但是咱的祈祷确实会当到天顶上帝的面前，会当震动天地的。哈利路亚！咱做来讲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有困难，困难。虽然遐声真大声，嘛是即世间的声。咱的祈祷徒的祈祷，咱感觉足细声，但是咱的祈祷是大声的，突破这个天地，突破这个世界。原来看重咱的祈祷，常常伫上帝面前讲哈利路亚，来俄罗斯。咱相信上帝的掌权，甲上帝的开恩，会当改变咱的台湾，予咱的台湾来成做一个真正充满上帝公义、仁爱、真理、和平的一个所在。感谢主，咱基督徒，就是常常会当伫上帝面前讲哈利路亚。常常伫祈祷中间，伫人生的中间，会当来表达咱对上帝的情感，咱对人生的力量。特别伫诗篇的中间，咱看起诗篇就是咧吟诗，通过写诗，嘛咧唱歌，嘛咧吟诗，嘛咧写作。伫诗篇的中间，咱看起。有人生种种的体验，有时艰苦，有时欢喜，有时转折，有时冷淡，但是有时嘛充满信心。有时对人生那亲像，迄个脚跑袂开，总是有时那像又去对这个世间充满了毋茫。那个诗篇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情。也对世间的感情，真感谢上帝，予咱通过诗篇，真正看起人的真实的感情的流露，是真水的所在。特别诗篇146篇到150篇，咱的圣经内底来称这5篇的诗篇，叫做哈利路亚诗篇。是安怎叫做哈利路亚诗篇？因为伫146篇到150篇，这5篇的中间，第一句拢是恁俄勒亚花，上下句嘛是恁着俄勒亚和花，就像咱今仔日所读诗篇49篇，第一句甲咱讲安怎，恁着俄勒亚花，五亚花唱歌，最后一句嘛是甲咱讲，伊的圣灵拢有这个荣耀。恁着俄勒亚花，诗篇150篇也甲咱讲，恁着俄勒亚花，伫上帝圣所俄勒伊。最后一站嘛，甲咱讲，既然有火气的，拢着俄勒亚花，恁着俄勒亚花。第一站拢是恁着俄勒亚花，上尾一站嘛是恁着俄勒亚花。
这个定调俄勒要嘛的意思就是哈利路亚。第一站嘛是哈利路亚，上尾一站嘛是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五篇的诗篇，咱的圣经的学者来称作叫做哈利路亚诗篇。特别这个诗篇放伫啊，这五篇的诗篇放伫上所有诗篇的上头尾。你甲咱讲什么？你甲咱讲头前所讲这个物件，充满人生侪侪真实的经验，有欢喜，有快乐，有悲伤，有痛疼，总是不管安怎，到落尾，你都爱讲哈利路亚，我着俄勒耶和华，咱着来俄勒咱的上帝，常常伫上帝面前来俄勒伊。所以咱今仔日通过148篇，咱每三间的时刻，咱来到上帝面前来俄勒咱的上帝。咱啊，伫第一章的圣经啊，148篇的第一章，咱来甲恁讲，恁着俄勒耶和华，用耶和华唱新的歌。这个所在甲恁讲，咱着爱俄勒耶和华。爱用耶和华唱新的歌，所以我说圣经甲咱讲，咱来用耶和华上帝唱新歌。安尼我大概来选唱诗的时候，我拢选一首新的，从来唔捌唱过的。哦，唱新歌，唱新歌，甲是这个意思。大家拜我说拢经一条唔捌唱过的圣诗，然后大家唱。唱新歌唔是这个意思，唱新歌意思是甚物？就是每一届。你念经诗的时阵，虽然是同一首的圣诗，同一首的诗歌，总是每一届你咧唱的时阵，拢有新的体会，拢有新的欢喜。这个叫做唱新歌啦。咱咧读圣经嘛是同款，同一段圣经咧读，一当前你读过这个所在。一当后，你搁读着同一章，有当时啊，你有无同款的体会？一当前这段圣经看无，一当后突然间怎通起来啊？原来伊在讲这個，原来这段圣经是对我的生命讲这的话，唱新歌。所以有时咱在读圣经的中间，有时咱在吟诗的中间。圣神伫咱的心内咧做工，咧甲咱提醒，即阵咧，即首的诗歌，今仔日即段，即句话要特别感动你的心。后礼拜是另外一句话，特别提醒，互你看去，互你注意着。所以每一届，当伫咧唱这首诗歌的时阵，每一届这首诗歌对你来讲，拢是新歌。因为对这首诗歌，拢有新的、无同款的意义，伫这个中间一直不断、不断、不断地走出来。所以感谢上帝。如果咱对上帝有更加侪、更加侪的经历，更加侪、更加侪的体会，对稳定有更加侪、更加侪的体验，咱的生命就算不断、不断伫上帝面前来唱诗歌。诗篇90篇第一章到第二章，甲咱讲，恁着爱用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拢着用耶和华唱歌，着用耶和华唱歌，称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这段圣经甲咱讲，恁着用耶和华唱新的歌，而且安怎，日日来传播伊的救恩。逐天呢？逐天来传播伊的救恩，每一天每一天，上帝有迄个新的经验，圣神有迄个新的提醒。每一日，你伫上帝面前，拢会当唱迄个新的歌，有新的意义走出来。第二项，咱要做来思考，咱俄罗上帝，就爱伫主会的中间来俄罗上帝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圣经第一节伫后半句安尼甲咱讲，伫圣灵的会中来俄罗伊，恁着爱俄罗耶和华用耶和华唱新歌，伫圣灵的会中俄罗伊。
圣灵的花就是咱信上帝的人的慈悲。在这个慈悲中间，咱怎爱学了咱的上帝？慈悲中间爱学了咱的上帝。慈悲每一首诗歌，每一首圣诗，包含咱头先开始礼拜的时阵，有不如像这刚刚的头前在唱诗歌，伊在唱咱唱什么话？在唱咱学了上帝。不只是在咱讲吼，要礼拜啊哦。较紧哦，热身一下，准备要敬拜上帝。更加重要，伫迄个时阵，就是安怎，就是咧阿乐上帝名。咱来看每一间教会，伊伫做礼拜的第一首圣诗，常常拢是甚物话？阿乐上帝。咱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，第一项真重要，爱阿乐，爱感谢上帝。在这几年的中间，有的教会有的牧师对教会做礼拜有无同款的体会？你讲礼拜就是一场的庆典，礼拜就是一场的庆典。你来到上帝面前欢喜庆祝，欢喜那亲像过真水的过节的同款，一个庆典真重要，庆典来上帝面前是安怎？因为你是来到上帝。的欢喜，的阿乐，的敬拜，唔忙伫聚会中间，伫礼拜中间，拄着咱的上帝，互上帝听来摸着伊的心，无论有时艰苦，有时目屎，上帝听摸着伊的心，互你得到大大安慰。所以是诗篇一百空诗。百篇第四十人讲，着阿乐进入伊的门，着感谢进入伊的门，着阿乐进入伊的院，着感谢阿乐伊的名，着爱用感谢进入伊的门，用阿乐进入伊的院。当伊些个人要到圣殿来敬拜上帝，要甲上帝献祭的时阵，讲我着爱用感谢进入迄个圣殿的大门，我着爱用阿乐进入迄个圣殿的大院。感谢主来到上帝面前，阿乐咱的上帝，因为咱所敬拜上帝是创造宇宙万面的上帝。第三，咱来到上帝面前来欢喜阿乐，因为伊是创造咱的上帝。一百四十九篇第二十甲咱讲，愿以色列因为创造伊的主来欢喜。愿以色列因为创造伊的主来欢喜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性命拢是上帝所创造。在咱的性命的一生的中间，有上帝定着爱咱去行的道路，有上帝定着爱咱去发挥的恩赐，有上帝定着爱咱去做的使命。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间，当你到上帝遐时，圣经甲咱讲，你要带着你一生的轨迹，当去到上帝遐。因为遐个姊妹，都爱乎你的一生的中间结出侪侪轨迹，都爱用上帝所创造你的性命来阿乐咱的上帝，结果子带到上帝面前。有时咱咧问上帝啊，我的一生的中间，我咧结出什么款的果子呢？咱咧超侪上帝的意思。伫牧师的一生，有上帝爱我结出的果子，有侪侪项上帝爱我学习的工作，爱我所学习人生的功课。相信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一生的中间，上帝有缘伫你的生命中间有迄个明灯。有时咱超侪迄项物件，结出果子带到上帝面前，所以咱来因为上帝创造、赏赐咱活命、赏赐咱生命、掌管咱活命，啊，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阿乐咱的上帝。虽然有时咱有转折，总是主耶稣就是因为咱的转折，
才来到这个世界。感谢儿子，这些上帝拢知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勇敢来追随上帝，按咱一生的中间所过出的轨迹，来学了上帝，享受互咱这个画面，享受互咱这个困难。将咱的一生带到上帝面前，来学了咱的上帝，有上帝来掌管咱的画面，将这生命所结出美好的果子带到上帝遐，上帝欢喜来称赞咱，上帝欢喜要予咱有信心。最后一项。爱因为上帝的救恩来欢喜而乐，感谢上帝。149篇最重要就是这句：你爱因为上帝的拯救的恩典来欢喜来而乐。咱来到上帝面前，而乐咱的上帝，耶和华咱的上帝，因为伊是咱的救主。所以149篇第40甲咱讲：因为耶和华欢喜伊的百姓。伊要用救恩当作谦卑的人的尊塔，因为耶和华欢喜伊的百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欢喜恁，咱的上帝看重恁，透过咱的思维在祈祷时，有敢祈祷这个吗？予咱看起，咱的生命伫上帝面前是贵重的，是宝贵的。今仔日咱的圣经甲咱讲，因为耶和华欢喜你的百姓，每一个人踮伫这世间，咱拢爱讲，咱的生命有足侪人欢喜咱着，人际关系袂歹，人缘袂歹，安尼你一世间活了真。活了真欢喜，真快乐，你有真侪朋友。今仔日圣经安尼讲，咱的上帝欢喜咱，感谢主。咱的上帝欢喜咱，弟兄姊妹，上帝欢喜你，你有想过无？有时咱来到上帝面前，讲上帝，我软弱，我污秽，我垃圾。但是上帝讲，我的子，我欢喜你，你来到我的面前。上帝欢喜伊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因为咱是毋是上帝的百姓？是毋是？是。咱要对上帝和咱的救恩有信心。所以诗篇的作者，伊嘛是深深体会到这点。上帝欢喜伊的百姓，因为伊因为上帝的救恩来欢喜，毋是因为家己的好来欢喜，是因为上帝救恩来欢喜，来学了咱的上帝，因为伊是上帝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愿上帝伫你的内面，将迄个信心放伫你的内面。迄个信心是啥物货？毋是家己对家己的自信。这个信心是对上帝来，哦，咱家己对上帝的目睭内底欢喜咱的形象，哦，咱家己对上帝来目睭内底欢喜咱的美好，因为上帝是用这种的眼光来甲咱看，所以圣经甲咱讲，爱因为上帝救阮来欢喜，也欢上帝欢喜伊的百姓。搁算者后半句甲咱讲。伊要用救恩当作谦卑的人的尊塔，用救恩当作谦卑的人的尊塔。当你穿一件衫，穿30年，穿40年，穿50年，这件衫哦，我连家己的是伫了洗袂起来。这件衫我食酸的时滴落去，洗袂起来。去北着导游，啊是啊，路边盘倒，用在了土山六个门，洗袂起来，规身躯乌嘛嘛，安尼迄领衫30年、40年、50年啊，规身躯足侪乌点。
要安怎？一件衫经过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，破一空，才外行，要安怎？当掉，报应的。上帝的方法是啥物款？予你一件新衫，用救恩当作你的装台，救恩的衫团给你穿起。今天有闲来看，救恩的新衫才给你穿起，予你伫上帝面前看起来是清气无垃圾啦。感谢主。上帝用迄个救恩的心衫当作咱的装塔，互咱满伫咱的身躯顶。感谢咱的上帝，所以咱因为上帝救恩来欢喜，也因为上帝救恩来而乐。因为咱的旧的人经过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，一个污点、两个污点、三个污点、四个污点，再一坑、遐一坑、遐一坑，咱真正。旧的人经过这么侪年，空嘴大大细空，规大堆。上帝讲，我予你一领救恩的新衫，甲你换起来，这个拢扛袂起。感谢上帝，上帝用救恩当作谦卑的人的装头。再佫有一个足重要的字，谦卑的人。弟兄的姊妹，咱伫上帝面前有谦卑无？咱伫上帝面前爱谦卑，当咱对咱的心灵、对咱的心内真正出迄个声，甲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我需要你，求你来帮助我，求你来改变我。上帝啊，我需要你。”你伫上帝面前，你是谦卑的人。上帝，你用救恩。来正做一件新衫，放伫你的身躯顶。你有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面前，拢最谦卑的人，因为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拢是这么的无够量。咱伫上帝面前要谦卑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对咱的心灵来发出去的声，上帝啊，我需要你，承认咱的性命，咱需要上帝。咱的性命需要上帝，才会当更加完美。感谢上帝，上帝用救恩来正做咱的状态。弟兄姊妹，因为咱着阿乐耶和华，咱大声来讲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咱做来祈祷。我伫天顶的上帝，我来感谢阿乐，你是何等的美好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愿你大大的救恩来显明伫阮的心中，因为阮需要你。恁是阮的天父，你是阮的上帝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阿乐主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大声来阿乐来歌颂你的圣名。你是阮的上帝，亲爱天父上帝，阮的性命需要你，求你用你的疼、你的安慰、你的帮助、你的信心来蒙着阮的心。予阮伫你诶你诶内面，拢会当勇敢坚强来徛在，安祈祷奉主耶稣基督诶名，阿门。